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。各位华人同学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来讲解风水学的奥秘。早上呢，我们一位佛教界的和尚呢，大师，他来到宣摩寺了，拿了一张图，要这个道场在台北市的地方。这张图拿起来了，我说你这个地形啊，像是枪啊，砰，很轻烟，有没有？砰，就像一个枪嘛，这样子来。好，这个枪房子是这样来，就像一声砰的轻烟。那么而且面是向这边，这边就是白虎边，这边后面的白虎。这后脑，后脑处，我说法师啊，你这个第一地形头大为小，有头无尾，很不好。第二后面的白虎方，你像这样后面的白虎方地下道下来，那么你根本这一栋是没有办法住。再来呢，住在这里的事业一定大败，树要大败，头大为小是大败。再来呢，他说是这里床位塞上，反正你在这里你都不能当床位，睡在这里会中风。他说原来住的房子老板就中风了啦。所以各位，你们要以后看到房子像这边后脑的白虎方地下道往这里来，100%人就会中风。而且这是不是南方？这不是北方，这北方的这是前方，前为户，好为首。那么从白虎火克金，所以住在这里这家的主人会中风，一定的。老师啊，你帮我看一看，如果可以住就住，不然我住进去了，我中风了，众生的遗憾哦。我说众生才不会遗憾呢，你这个师父不在，还可以找其他的嘛？对啊，等我如果不在了，你们可以再找别人嘛，一样嘛。那一直往一时往自己脸上贴金呢。那这里前宫是老妇啊，所以地下道后面冲。这里现在关在关轮组关了好多年，没有人敢居住啊。他这些大师呢，他有修道人没有关系，我告诉各位，修道人才是重要啊。回想在20几年前，我们台中的头汴坑有一间佛寺嘛，那个佛寺呢，后面有一座山，那个是一个莲花穴。那测量我是帮他测量的，盖章给他建的。但是那时候呢，我跟这位法师师父说，师父啊，这个房子这个庙很好，地理很好，万水朝中，你财源滚滚啊。那么再来呢，你后面这个小山，后面这个小山呢，它是地形是这样，这边有个水下来，这个它庙的殿盖在这边，
好，路从这边来。水，水，好，路从这边来，这路，这里一个桥，一个桥。好，啊，我说你后面这个平台，这个莲花，莲花穴，我跟师傅说，你后面这个绝对不能挖。你挖下去了，好会伤人。那么这位师父呢，他告诉我说佛法无边。我说师父啊，佛法这方面你摸不着边哦。好，那师父非常有涵养，笑一笑，他知道我是一般众生嘛，一般凡夫嘛，所以讲这些话他也没有放在心里。啊，我要讲第二次，师父，你后面就不要挖掉哦，就后面挖掉这个莲花台，你挖掉了会伤，头壳会中风哦。他在跟我说一次，佛法无边。啊，那后面他的弟子呢，张老板呐、啊，你不要再讲了。啊，师父说佛法无边，我们修道人呐、啊，不能执着这一些。啊，这是外道，好，你不要再讲了。师父说没有事，绝对没有事的。我说好了，有事再告诉我好了。啊，过了两三个月以后，他就把后面这个除掉了，给他一个平台要盖起来，把这个除掉了。啊，这除掉了，这形状是这样。他把这个除掉。这就把它除掉，刚好这里有一个莲花籽，好大的莲花籽石头，也把它挖破了。我还呀、啊，怎么办？啊，他说我也没有学到什么法，我只知道地理风水不能破。结果一个多月呢，这位师父中风了。好、啊，中风呢，啊，过了快一年了，我再去看他。他问我说：“张先生啊，那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我也没有办法，看着办好了。已经中风，讲话都有问题了。”我说：“后面的风水不能破啊！你破了，你违背大自然，佛学佛法也都是大自然的融合为一，所以破掉了，所以没有办法。”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。过了一年，差不多还不到一年嘛，啊，师父功德圆满，他就往生就走了。像这个情形啊，你不懂的话，我们隔阂如。啊，这个隔行如隔山呐、啊，如隔了一层山那么高，看也看不到，摸也摸不着边，所以这个很要紧呐、啊，很要紧。在南部有某一位道场，我们道家的道场，当时我去那边拜拜，哦，他的修通灵，他告诉我他前面，啊，这个。路要怎么开？我说依照我工程专家，你这么开一定会崩山。他说：“哎呦，我听你讲，我修通灵的，怎么会还在听你在讲？”好了，他就把路从那边开。那天那年的下雨啊，雨季呢，崩山下面给人三栋厝刚跌跌掉的。啊，那时候就问我说。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？地雕百年嘛，还有什么？最好的方法就是理赔。啊，那再怎么会补？不可能补，告诉人不行就不行。我不以风水，我以工程专家，我是工程专家，我是内行的，而且我是铁弟子，我也是内行的。后来平安峰呢，神都没有保佑，我会画嘛。
自作孽不可为嘛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啊，我们很多很多的法啦，啊，我们都要有智慧，不要一心一意往着自己脸上贴金，这非常不好的。来，刚才像这一个形状，这个形状你根本就不可能做，你要怎么去供佛？你要怎么做？那么除非你在这边，好，把这边啊，这边来你佛在这边，然后呢，啊，这个办公室，然后从这边开个门进去。这位法师他告诉我说，他希望在这里床位在这里。我告诉你，生骨癌、肾骨癌、中风，我们若是地下道下去了，上面我们的房子、卧室在上面，好，那地下道下去，坠楼最难住，最难住。你睡了成高血压，没有高血压就脊椎骨癌就会来。我印证很多了，所以我们大家帮人选择房子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建设大楼，我们的建筑师朋友们，你们地下道下面上面那一楼绝对不要设计给人住，你可以设计为公共啊场所，乒乓球啦、会议桌啦、运动器具啦、体操啦，或是教育厅啊，那都可以。你绝对上面不能住人，住人一定完蛋。我印证太多太多了。好，那像这个，你怎么排？你到这里就像一把刀，这像一把刀，最起码。你这个是头大为小，那就是破财。哦，这一位法师才告诉我说，住在这里这个人都不好。希望呢，啊，宗教方面呢，不要啊，住进这里呢就没有事。我告诉你，宗教不是万能的啦，不是万能的，你还是要符合风水。所以我们懂了以后不好了，我们就不要去。那他听我讲了以后，嗯，那不好的话我就不要买了，还好还没买，不然买的话你怎么办？让他荒废在那边，你就也不必要去影响整个以后你的信徒。所以这个是风水的法则，你懂了就没有事，你不懂了以后灾难来了谁帮不了忙。那么整个这个形状，第一，头大为小；第二，白虎地下道从这里来，啊，从湖边来，那就会伤人了。很简单，只有这样而已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两样就够了。哦，这位法师呢，我们也是老朋友嘛，他告诉我以前也有这密教的做佛堂在那边，好，有没有搬走？搬走了。你什么密也不密啊，哦，你什么教都没有用啊，风水就风水，嘿嘿，总统还是总统还是人啊，宗教的大法师仁波切也好，或者佛陀也好，喇嘛也好，风水就风水啊。有一次在好多年前，一位在尼泊尔的佛教大学的大师，有一天呢，他鼻子就不通，鼻子不通呢，刚好我们的弟子呢带他到宣佛寺来，啊，要来台湾医治他的鼻子，啊，我看这位，啊，这个佛教大学的仁波切呢，他非常谦虚，确实大师就大师，很有礼貌了，然后某某。我的鼻子有毛病，我要回来医病，请问你有什么方法
能够让我的病能够减轻到最少。我知道我的业障很重很深，那我给你们帮你开刀啊，我帮你开刀。好，他看一看你的开刀房在哪里？好，那在哪里？好，在我们大雄宝殿只有一个门嘛，出来走。啊，在那边呢、哦？不是的，在这里。这个大师也是，哎，很好玩哦。啊，你的消毒器具在哪里？消毒设备在哪里？我的消毒设备在这三炷香，刀子呢也是三炷香。啊，你开刀。好，开刀房在哪里？也现在这里。这个大菩萨呢，啊，这个仁波切的他，也很有涵养。那我懂了，啊，你要请我帮我开刀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好了，我就帮他开刀。我告诉他，你三天到四天你不能碰水哦，你碰水就没有效喽。自即日起。啊，郭总说嘞，这叫做开刀，是不是没有打麻醉针？没有打麻醉针，我试试啊，麻醉针没有打，所以你不能碰水，碰水你会很痛哦。那我就跟他开刀了，第五天又来了，我说现在怎么样呢？他告诉我说，回去了，鼻子就一直好起来。啊，第三天。到现在非常舒服，我现在想请你到我们尼泊尔来帮我一些开刀好不好？我说对不起，我也跑不了，我没有时间呐。好，那能不能传这个法给我？那么要跟我修行三年，哦，跟我修行三年，我才能传这个啊灵疗。的法给你，不然别人你没有医好呢，好，你换你倒。哎，这个灵疗很，你不要看我很简单单画两下哦，画两下里面不好玩哦，哦，所以这位仁波切也是这一位佛教大学的教授了，啊，又开一次刀，好了嘞，到尼泊尔。打电话给我们的徒弟，要他特别来谢谢，说改天若是允许的话，他会带更多的好修行的学生们来给我开刀。哦，不要再来了，我开一个刀，好，平常大众开刀对他很轻松，对你修行的人开刀了吼，好，我会比别人更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修行人，你周围一大票的这一些啊众生的病，都是你修行人，你把它一肩挑了，那么我帮他要用修行的方式呢，帮你来解除这个问题呢，我也会更累了啦。啊，这个也是风水啊，也是风水，啊，所以他也告诉我说。我们尼泊尔盖的庙，若是有你一间像大雄宝殿这个建筑方式呢，该多好啊！我师父啊，啊，天地为庙庭，啊，人与人顶天立地为庙的柱子龙柱，这个修行是最上圣的啦！啊，这位佛教大学这个仁波切呢，他说谢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在修行方面，你个人修行可以转境，但是整个的团体还没悟到了，你要转境很困难呐、啊。所以风水还是风水，啊，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讲颜色，颜色就眼观，啊，颜色就是从眼睛看了。本身就离卦，离为火，直火，离卦为火，好，这像我们眼睛，你看，你看像不像离卦，离为火，
所以活活圣，那我们住家里面，若是你，或是尤其你的卧室都是紫红色、粉红色的话，离火脚趾火过盛，脚趾火过盛呢，我们手是钱，钱为手为钱为金，就火克金，就是火克金。火克金呢，你就会睡不着，睡不着呢，啊，神魂颠倒，胡思乱想，啊，猜忌心、猜疑心特别特别的重。这就是我们一般，啊，对于眼睛的保护方式，我们要多一点绿的，多一点蓝色、水蓝色了，多一点白色了，颜色的你。啊，这红色最好能减少，尽量减少。就像在台中，我们大理国中，那大理的光荣国中，啊，它的中庭，啊，这边呢，只是红砖，那这个是教室，难怪呢。中间是一个红的，是为火，所以学校的学生，啊，身不由己，身不由己，所以很难去教化，很难管，啊，家长会，都用心办法要来教导孩子，但是莫可奈何，老师很辛苦，也莫可奈何，等到我们林松校长。第六届的同学学班长呢，啊，林松校长呢，他去当校长的时候，他看到进去都是红色的，问了怎么办？我说，请你把它用绿色的水泥漆全部泼一泼，扫一扫，改绿色的就稳下来。校长就按照这个方式，好的把整个颜色呢漆绿色了。结果这三年来，学校的升学率，台中市考试两次完全满分，就在这一所国中，而升学率急速的提升。我们不是讲求升学率，而是学生他的信心啊。所以这两年来，学校大大的进步，也因为颜色的问题，中庭颜色红的，眼睛你看到红的，你自然会激发你的脑，克你的手，克你的筋，啊，那样，啊，火克筋，伤到顶手，顶手睡不着，神魂颠倒，大声小声，什么事情都来了，这也是风水的法则啊！阿弥陀佛。